据环球时报、白金汉宫通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健康情况出现问题后，英国广播公司 BBC 方面出现的一系列后续节目播出变化也很快引起了不少英国人的关注。英国媒体人 Scott Brand 就在他的社交账号上发帖称，英国 BBC 一台已经中断并暂停了截止当天下午六点前所有的常规节目，只为专注播报英女王的情况。同时他还发帖称 BBC 一台的新闻主播Hi Edwards 在播报女王的健康新闻时打了一个黑色的领带。从她的截图来看，这名主播还穿了一身黑西装。据此前报道，白金汉宫表示，由于医生担心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健康状况，她正在巴尔莫勒尔接受医疗观察，